来逛地摊儿啊，逛地摊儿。这卖的是橄榄串，这是。这喝到啥价啊？这种的。那个，那不是。不是一对。不是的，二十的，一点的。嗯。河道现在河道确实便宜了啊，五十一对。我记得咱们前年给回家，你给我嚷你都没洗。这卖的是啥镯子？这红玉。啊，这是咱们这个穿，这个穿。你买三十一，我洗啥啊？穿一样。啊，就是，看看。这边卖的都是玉，这边卖的玉比较多。想买他那个核桃，那是得找一个坚实的，买他一个，我感觉差不多，要不然看看。你这核桃偏一点呗，偏一点往那一对，那一对，也刚我拿那一对的，一对。也干我那没的，收下了。嗯，这段吗？不是这段。大毛看吧。这你拆我看看。站不好。干完核有核没啊？你这我送人了。核没有，有袋儿。袋儿。袋儿。不袋儿。都你挑好了是吧？一三五，嗯，挑好了。磨了这，尖儿都磨了。那个，嗯，大家看，那是啊，大和尚比我要白强。这种多少钱？这种五十嘛，这种还五十嘞。那这种还那还那还得多便宜，老便宜都不像样了。嗯，有点五，我也看着。去了趟和田，去了五几天都回来了。回来拿回来，配的对儿也不是说多好的对儿。嗯，这边卖磁票的，这边是。哎呀，看看这，看这做的多好呀！嗯，做的真不赖。我现在仿的漂亮着呢，你要是稍不留神呢，你就得打眼。那小珠子这是。好，不逛了，走了，回家。